大家好，我们是新加坡瑞星创意华文中心，我是宋老师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小狮子看医生》。狮子，狮子。看医生，看医生。小狮子和小老虎都感冒了。老虎，老虎。感冒，感冒。小狮子和小老虎都感冒了。小狮子不打针，打针好疼，我不打，我不打。打针，打针。疼，疼。小狮子不打针，打针好疼，我不打，我不打。小狮子不吃药，药太苦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吃药，吃药。苦，苦。小狮子不吃药，药太苦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小老虎打针又吃药，病好了。又，又。病，病。小老虎打针又吃药，病好了。小狮子，你的病怎么更重了？吃药打针，病才会好。病重，病重。小狮子，你的病怎么更重了？吃药打针，病才会好。小狮子吃药，小狮子吃药。小狮子打针，小狮子打针。小老虎，我的病好了，我们一起玩吧。一起玩，一起玩。小老虎，我的病好了，我们一起玩吧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欢迎分享，
并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你们哦。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。晚安，祝你们做个好梦。